就是我们的雅慧，哇，怎么样？这套礼服？挨饿了两天。哦，是吗？你为了这红星大奖，你挨饿了两天 ？OK 了啦，我觉得很多女艺人因为红星大奖一个月没有吃。哇，这么牺牲啊！我昨天才吃了宵夜啊。对呀，你真好哦，你很瘦哦。是，所以呢，哇，你看，你们看看，哇，该露的露，哇哇哇哇哇，后面原来啊还有这个深藏这个小心机耶。